我唔知佢係咪想認識我，定係純粹想博嘢咯。試過之前啦，我 feel 到個男仔對我有意思嘅，跟住我就臨走之前同佢講。哇，咁你都好主動下喎、啊！今天又來到旺角做街坊了，相信呢很多人都試過曖昧期的了，我有朋友還試過一次過跟幾位對象曖昧。哇，時間管理大師來的、今天我們今天訪問一下大家的情史，看看大家曖昧的時期會做些什麼的了，有什麼呢還會可能過了火，立即問問大家啦。 Hello， 我想問一下你通常會在哪裡認識男仔的？都是朋友出來聚會， friend 搭 friend 認識啦，但有時候都會上交友 app 認識一下人的，朋友搭朋友通常是學校那些圈子識咯，出去玩多啲。IG 通常是覆我 story， 你傾咗一排之後就話出嚟食飯咁樣咯。咁個經歷愉唔愉快啊？還好咯，就冇下文啦，係咪啊？係唔啱 feel 咯。一個 AM， 一個 FM， 大家都唔啱 channel 嘅。你曖昧期間，你中意嗰啲人係主動出擊啊，定係慢慢同你發展？我中意我追佢多啲。你點樣追啊？間唔中覆下佢 story 嘅，睇下佢聽開咩歌，了解下佢中意做啲咩，跟住投其所好。其實我中意男仔主動啲嘅，咁一般女仔都中意俾人追噶嘛。但係遇到中意嘅類型，我都會主動出擊。我比較中意慢慢，一半一半，即係可以，即係可能佢 feel 到 OK， 咁都可以主動少少。會希望對方主動啲。我係主動啲嘅。聊得好，我就會叫他 BB 啊，這些會做一些很明顯的小動作啦，例如我們一起過馬路嗨下他的手仔，又或者是見到我喜歡吃的東西會餵他吃。試過之前啦，我感覺到個男仔對我有意思的，跟著我就臨走之前跟他說好不捨得。哇，咁你都好主動下喎。咁曖昧期間，咁對方會做啲咩會令到你加分啊？一啲心動嘅動作，例如摸頭啊嗰啲啊。摸頭心，我覺得係啊，依個真係頂唔順噶，會有時。得唔得？細心，細心。係啊。就有啲細節位咧，佢可能記得我講嗰啲嘢，或者可能話我記得中意食乜乜乜，跟住佢就會提翻咁樣，我就覺得佢又擺咗上心咯。即係佢會行去馬路邊嗰啲咁樣。咁係扣分嘅會顧自己咯，即係可能完全唔 care 你。咁就係同時同好多女仔傾緊，即係魚翁散啊嗰啲。遲到啊，一個鐘以上都係遲到。一個字咁樣你都接受到嘅，等得嘅，係啊，我唔得啊，同埋有啲唔知整嘅行為都會咯，即係條眉毛。我叫 BA 啊，喺度發覺影嚟嘅。你曖昧咗幾耐之後，你就會成為情侶咁樣啦？睇下啱唔啱 feel 咯，可能真係擦著咁樣就好快啦。佢都係睇 feel， 我覺得唔係睇時間嘅。最少啊，一個月。我覺得都是看 timing 的，其實感覺啱就好一起了，因為我都聽說很多曖昧得太久最後都沒一起到。蛤？曖昧太久所以沒一起到？兩個人在一起久了就沒了新鮮感啦。所以如果真的想認識男朋友，我覺得玩 apps 都挺好啊，因為未見都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，所以現在都有接著玩。那你曖昧的時候你會接受到個男仔做些什麼？拖手嗱最大噶啦，最大喺度咩？我攬下，身體接觸搭膊頭嗰啲咯，都係攬下錫下咁咯。之前試過同一個中意行山嘅男仔啦，咁我哋嗰日天氣好好，就約埋一齊去行山。咁行山一定就著波褸同埋瑜伽褲啦。跟住佢又攬住我話，同相一樣大。哦，原來佢講緊我喺 Uniqlo 嗰啲私密照，佢話我同張相一樣大。哇！佢咁大膽主動，你有冇心動嘅感覺啊？咁梗係有啦。跟住落山之後就即時去投拍。嚇、啊？去邊度投啊 ？Staycation 咯。
都係掂下啩，唔好啊攬攬射射啦。最多拖手咯，可能射完就要睇下係咪拍拖咁樣。咁你覺得曖昧期間做啲大人會做嘅嘢又 O 唔 OK 咧？其實我聽朋友講過啦，話一齊之前要試下佢掂唔掂咯。咁你同曖昧嘅男仔係咪試咗㗎咧？咁我哋都分咗一段時間，有啲嘢咪順其自然咯。如果雙方都係成年人，又你情我願嘅話，我哋就係你講嘅嗰種如果啦。我唔 OK， 會拒絕佢嘅。嗯，因為拍拖之後要真係好睇個氣氛啦。嗱，咁如果佢有 feel， 咁咪想同你 feel 係嘛？係，如果我有 feel， 我會諗下。即係唔一定要男女朋友啦，人哋主動啲又有 feel 就 OK 啦，係咪啊？喺認識嘅過程之中，有男仔對你好心急，有咯呢個係，但我唔知佢係咪想認識我，定係純粹想博嘢咯。佢點樣啊？係點樣啊？即係佢有講話要去佢屋企 Netflix 成處，但係講到明個 terms 喎。唔知點解啦，跟住但係我就冇復佢啦。我唔想我哋由性愛開始。我想慢慢去了解你。啱啱听你讲咧，系 Umi 度 post 私密照，我都有听过呢个 app， 但系佢哋话系成人版嘅交友 app 嚟噶。咁你啱啱讲嗰啲系？系啊，因为平时我做嘢嗰度都系女仔比较多啦，咁就比较 dry 啲嘅，所以想去交友 app 识下仔仔啦。咦，咁可唔可以见识下你 po 啲咩相啦？咁突然，其实都得嘅。啊，等我先。哇哇哇！淨係即係呢啲位得唔得㗎？咁同冇著咩分別啊？咁都要有啲性感相先多人 book 㗎嘛。入邊啲女仔係咪都係 po 咁大尺度嘅相㗎？我聽朋友講有啲仲誇張過我咯，咁仲有啲濕身相睇到我啲衫。嚇？邊度啊？好想啊！同大家傾咗好多有關於曖昧嘅睇法啊！原來有啲女仔咧對曖昧嘅尺度都幾大嘅，佢哋覺得咧淨係掂下手仔嗰啲太低 level 啦。睇嚟我都太保守啦。原來仲有唔少人咧喺交友 app 度識朋友嘅喎。依家啲交友 app 唔係淨係識朋友咁簡單噶啦。如果你哋都想同人哋曖昧下，或者睇下啲靚女私密照咁，就快啲 download Umi 玩下啦。等我都八卦下先，即刻打翻嚟睇下有啲咩新入身上先。喂，同觀眾講咗拜拜先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喂，我 download 咗啦，而家你睇，哇，呢個勁靚，哇，熟身，哇，好正，流口水，流口水。適宜性是很久之前的事情，因為很久沒拍拖，微信、QQ 之類，因為你們可能都不懂得用 QQ 啦。我是屬於被別人主動出擊那些的。不是你，他醉了，不是你，他醉了。什麼啊？你被他吹不認識啊，大哥。我系佢饮咗酒系好啲成，唔饮酒好唔啲成。真有个真正朋友的确好劲，有地。多谢大家收睇852旅行团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记得揿右下角呢个钟仔啦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新片啦。仲有记得要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， 你哋嘅支持系我哋继续拍片嘅动力嚟噶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